是漫画家变态辣椒。今天为这次活动设计了一套明信片啊，义卖作为这个支持这个活动的费用啊，请大家踊跃购买。这个限量印刷只有50套，是这样的一些明信片，一共是这样一些明信片，一共7张，啊，支援这次这个人权节的活动。不是，我们这个人权节的这个活动，我们得到了各个机构的支持，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资金支持正好可以。可以这个 cover 这个活动的全部费用，所以我们这个明信片的这个就是20块是吧？20块，对，20以上，对，如果多的也欢迎，就是所有的这个费用都会给709正在被关押的8个律师和这个维权人士，限量一共50套，只有50套，请到我太太那边去付钱购买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就是怀孕的这个。谢谢大家。Congratulations.